平时努力做环保，一到素食分享日，林口环保教育站化身为开放式厨房。这天的掌厨者来自异乡。我师姐的话，他们常常都有几位那个越南的同胞一起聚会，然后做一些菜都不错。我觉得说啊，其实可以推广，为了要这几道菜，其实有开会一次，然后晚上也做了，昨天晚上也就开始做了两三四个小时。对于异国料理充满好奇，大家团团包围，抢着发问。加盐煮滚，对，煮滚下盐了、啊，对，下盐来再下那个我们的米。你跟那个花生呢、啊？甜的也可以放豆腐啊。对啊，可以、啊。那个有那个。哦。我就拜托那个好姐妹们，就是来一起帮忙，有他们才能准备这么多啦。六菜一汤，好料上桌，吃下的每一口都是经验累积。他们的味道都是比较清爽的，春节那个河粉那个哈，我今天最主要来就是要来看他包这个河粉，所以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。越南我们都卷那个肉的，但是今天才第一次都要去卷素的，对呀、啊，感觉不错哎。学习回来可以煮给大家吃。舌尖上的酸甜是家乡的味道，新住民用好手艺打开不一样的舒适味蕾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李德美、杨义佳、罗顺仁台北报道。